阀它有三个特点，一个就是它的一字钩，另外一个它是我们的有个多了一个一型扣的设计，再来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挡点，让它的改变弹它的应该说改变弹簧的设计，我们多了一个挡点，这样子弹簧的效能会更直接更好。我们的逆子阀在我们在拆把的时候，我们逆子阀因为有个一字钩，所以我们可以从直接从这边可以释放我们弹簧。